成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外面的人堵车，你知道有多好笑吗？在上借过一下，然后下面的人在就知道，他的位置在中间，他就一直说，我就在那儿，麻烦借过一下。那个反差反而让我放松了很多。大家好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也是从来没有想过会看到那么多人再借过一下，真的再借过一下。无论你是谢谢。